这种猴子可以在你的指尖攀爬，在你的肩膀上撒娇，让你体验如来佛祖戏弄悟空的快乐。侏儒戎猴体长大约10至15厘米，2两左右的体重就和小鸡差不多大，而它的幼崽会更小，驮在背上就和一颗花生米一样。别看它如此娇小，在树枝上穿梭来去自如，随便一跳可以达到3米之远。侏儒戎猴也是一枚妥妥的吃货，吃树胶就和果冻一样，吃昆虫就和啃鸡腿一样。因为身材太小，一个葡萄一块西瓜都可以让他们吃得一脸满足。这种小猴在南美洲很多国家都可以作为宠物饲养，在国内属于保护动物，你要是真的想养，就要掂量掂量自己到底行不行了。